的表现也是出奇的惊人，整套舞蹈一气呵成，谁也没想到最后还躺了下来，是跳累了想吃肉了吗？ Yeah, yeah. 就是你这种随性不羁的风格，让所有人沉醉其中啊！屏风老师都已经把你比作陈奕迅了，花花开心吗？只是举了一个比方而已，但不代表什么。花花听过了。欢迎二位来到城堡。没有什么好玩，每天吃的除了草还是草。大家要尽快的适应，洗澡会带来很多不方便，我们尽量让工作人员给你们多准备两条浴巾。好吧，既然都住城堡，很开心很激动，因为我没参加过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比赛之前就一直特别放松。最近呢，粉丝给快男们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花花就得到了一件豹纹 T 恤和一条丝巾。他把这两件礼物都穿在了身上，再加上了一些夸张的动作，于是啊，一秒钟变成了幸运舞娘。我的神呐，这才是真实的华晨宇吗？既不是柔情，也不是唱跳，火星人们千万别急，华晨宇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女神了。尚雯婕已经确定会在本周五来给快男帮帮唱了。这是尚雯婕头一次以帮唱嘉宾的身份回归这个舞台，而且她帮谁基本没什么悬念，绝对必须一定得是花花同学啊！不为别的，他俩一来熟悉，二来投机，三来有过合作经验。你住哪里？你住哪里？我蛮喜欢你的。我也蛮喜欢你的。对，有我最喜欢的尚雯婕。开心，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合唱。周末城堡的寝室会议，作为管家的刘美涵一个爆料，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花花，那个你作为寝室长，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起床。今天我叫你起床叫了45分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觉得你挺好，有辛苦啊，我觉得。对，以前都叫一个小时，真的。太好了，我们为花花只用叫45分钟起床的进步鼓掌。寝室长本来要做表率，现在自己起床都花了45分钟，这好像不符合干部的组织原则吧？作为管家，刘美涵当然很不满。那我们新的一周也开始了，还有新的两位小伙伴也进来了，我们这个寝室长。要不要换一个人来？当然挺好的。对，我也觉得我当挺好的。你们两个，你们对寝室长的选择有什么想法吗？那就没有人请你们叫，没有叫你们起床啊。城堡的兄弟力挺，让华晨宇安然度过难关。第二天外拍中，记者再次追问此事，华晨宇依然相当自信。他没有批评我啊，对，开玩笑，对，做挺好。谁有规定说寝室长要做什么吗？寝室长是一个寝室的领导呀。对啊，我是在寝室当领导、啊。他是用嘴领导，他不用行动，他用安排。对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不会像其他寝室长那么烦。他有他的风格。尽管起床内务，寝室长华晨宇并没有做多少表率，但是他依然有非常高的支持率，花花的魅力真的不小哦。那么接下来寝室长有什么新的计划呢？我们凝聚力已经不需要了吧？对，凝聚力。对，我觉得对，难道大家不觉得我们团结吗？对，他可能会给我们争取一些，例如睡觉、火锅吃完了，啊、像其他的虾尾啊。之类的一些小福利吧。嘴上说没什么计划，花花暗地里却在悄悄改变自己哦，让自己的寝室长做得更称职。再次回到城堡，来看看花花都做了些什么吧。肉麻的话我不太会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花田雨一天。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所有的各个环节呢，都是考验你们兄弟之间的熟悉度和默契度，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做好准备了。妈妈妈，两个人都不确定。华晨宇，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于田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他呢？星星，星星，他很像星星。他长得就像星星，那你觉得你像星星吗？我不像啊。你的反击的时刻到了啊！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华晨宇的话，你会怎么说呢？我觉得一个字儿就够了，呆。平时表现出来就很呆啊，那整天华晨宇吃饭了就这种然后吃肉了可肉吃就这种。好，第二条我要问华晨宇啊，你觉得于田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又是什么呢？优点话少。缺点呢？话少。还是话少、嗯、那于田你觉得华晨宇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又是什么？唱歌好听吗？长得帅啊！他最大优点那就是他是型男啊。嗯，城堡里所有的人都是肌肉型的，然后只有这一位是吃肉变成肥肉型的，所以他一个人是型男。不是这样的。最大的缺点呢？最大的缺点就爱吃肉，然后他不控制，肚子就起来。哎，我想偷偷的问一下，就是他肚子上面这样坐下来的时候有几层的、啊、你这问他他怎么会知道？我不敢、嗯、啊！你们都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天了，你没看过啊？我不敢。有，因为都有摄像头。我只有一层哎。你觉得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们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什么？我学会了叠衣服。就现在你的衣服都是自己叠了？长袖我叠不来。那谁给你叠的？他叠。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怎么穿鞋带了。啊、哦，对，下一个任务穿鞋带，他不学。你还帮他穿鞋带？哦，你好，这不是韩剧里面出现的场景吗？第二轮的话题又来了啊，我们是话题大揭秘。这一轮呢，我们会问到最近网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第一个我要问华晨宇的，为什么？那天大半夜要披这个纱巾，还要做舞蹈动作。那天晚上甜甜在帮我拆礼物、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这个东西。这种东西跟这个差不多。然后你就怎么了呢？你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我好像是把它戴头上了吧。等一下你就对着镜子。妖怪收走吧。如果你们还想看到正常的华晨宇的话，一不要给他丝巾，二不要给他肉、oh. 好吗？接下来我要拷问于田啦。第一条，跟林妹妹蒋梦婕跳舞又关在小黑屋，兄弟有没有羡慕你或者是取笑你啊？有吗？你要取笑我吗？没有，好像还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我也觉得他应该去跟那个人相处一下。董小姐刚刚要跟你自拍的时候，你连那个手机自拍的摄像头都不敢看，这咋回事嘞？啊，有吗？你看啊、有吗？我决定了，我要跟你呢再跳一段舞，我就是要把之前那个场景呈现一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哪一段？请问你跟多少个女人跳过多少段舞？你这裙子不太方便吗？前面怎么跳？嗯，前面怎么跳？前面我都忘了，这都是女生带我跳的，因为我只是走走位，打打酱油。我终于跟于田跳舞了，也算圆了一个梦想了啊！好了，请坐吧。接下来呢，我要问你第二条了啊。为什么你愿意任劳任怨的在生活上这么来照顾花花？有没有想要向他讨要过工资？有没有钱啊？他就说没有钱是吧？给你几个大鸡腿。好鸡腿，他还抢我的肉呢。你
以后呢，你就是正式出道以后赚了钱，有一半要得分于天，好不好？一半分给你啊。哎呦，我觉得亏了，你看他觉得好亏，他好精，好会算账。不，那是我赚的。那什么都有了，麻将，然后麻将是环环的，哦，麻将环环的，然后还有台球，然后昨天还来个飞镖盘，就是各种娱乐的玩的东西都有了。对，他什么都有。那你也分点给于天玩吗？可以，我可以都给他。好现实的花花，你真的是从火星来的吗？这种粉丝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你就说都可以给他，然后自己挣的钱就不可以分人家一半？不是的，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之后，谈钱就伤感情，对不对？不是，给了他之后，他可以也给我玩的。第三轮，我们的默契大考验。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叫做心有灵犀，来看看你们作为好兄弟到底有多默契。那么游戏的规则是，你们可以用各种语言和动作来表达看到的题目，但是题目中的字呢不能说出来，否则呢这一题就作废了，由你们自己来决定谁来演谁来猜。一共有十道题，如果本轮你们俩答题正确率不到五题或者是等于五题的话，就要接受惩罚了。嗯，好，你们俩先选一下谁来演谁来猜。演吧。好，首先我们给花花看第一道题是什么。三个字，在武是武汉的特产，吃的一种，要先拌好。然后是面吗？担担面。武汉的特色。担担面感觉就四川的。他应该不知道吧？武汉什么面？他在用。好，这个估计他不知道。好，我们第二题。五个字，天津的特产。天津大麻花。不是，你还说你要带我去吃的那个东西？狗不理包子。答对啦。好，我们来说第三条。美国漫画里的超级英雄可以飞。蝙蝠侠。这样飞。哦，超人。这样飞。美国里面的英雄我觉得好多。好，还真的挺有默契的。第二第三条也答对了。骑扫把。哦，哈利波特。这速度有点快吧。第五条，哎呦，李小龙，这谁出的题呀？冰淇淋，真相只有一个，柯南，名侦探柯南，哒啦啦哒哒啦哒啦啦哒哒啦，喜羊羊，后面还有四个字呢，喜羊羊与灰太狼，洗脸，嗯，是用的什么？洗面奶，啊。家里会用的四个字，四个字，嗯。罗小姐要另外说一个规则，如果第十道题没有答对的话，那么前面的所有答对的都一律归零。啊啊！这个规则好难啊！这个是，古代的时候家里会用的一个有笔啊，倒计时，还有五纸啊，四三。文房四一。好，没有答对，没有答对，我相信已经说到一了，没有答对，没有说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们两个人必须要接受我今天的惩罚。好厉害哦！你们要接受的惩罚是什么呢？二选一，董小姐对你们好吧？好，这个惩罚 A 呢，就是两人合作演唱《你若成风》当中的一小段，演唱方式可以自由发挥。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歌词里面有个华晨宇，那网友说呢，这个是华晨宇之歌。那选择 B 呢？惩罚 B 啊，就是两人合作演唱一段儿歌《葫芦娃》。好了，请选择。你会唱第一首吗？第一首我好像只听过一句，我也不会。叮当咚当当，葫芦娃，七王。当当咚咚当当，大王，爷爷。啦啦啦啦，葫芦娃，葫芦娃，本领大，当当当当当，爷爷。
最后这个环节呢，是给所有喜欢他们的粉丝呢送出福利的时候啦，要请你们各自表演一个小节目来送给粉丝。首先呢，我们邀请帅气的于田来表演一个魔术。耶耶，看董小姐贴心吧。我选搭档可以选华晨宇吗？可以啊，也可以选董小姐，随便你。我怕你拆我台啊。耶耶。然后好了，我觉得他现在还属于那种不太正常的状态，如果他来配合你的话，会不会你这个魔术有可能会失败？你要不要重新选择一下华晨宇还是董小姐？好吧，我选董小姐吧。那我目前也选择了董小姐。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哈。要顶说谁呢？我爷爷。要顶打我爷爷。好了，我开始了。好，那我现在就是选出两张牌，大王和小王，然后请董小姐洗一下牌吧。葫芦娃，洗完了。好，然后这两张王先拿一下。然后请董小姐抽一张牌。好，看一下。那你们俩别看，闭眼，闭眼睛。好了。好了。然后交给我吧。好，然后我再来洗一下。可以，那董小姐可以把牌送给我吗？那两张鬼，就是传说中鬼是有魔力的嘛，在牌里，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它一张大王一张小王，然后把它们放在中间，然后摇一下。哦，你还记得那张牌是什么吗？记得。是什么？红桃七。红桃七在哪？在这儿吧。哦，这中间有一张牌，你可以给观众看一下吗？哎呀，我已经先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哇，这是一张红桃七，你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揭秘哈，就是他们两个找到的。哦，是他们两个人找到的哦。好，那华晨宇，你有什么爱好？给我们展示一小段，向你的粉丝送一下福利吧。那我给你一个蝴蝶结，你用蝴蝶结表演一个一小段东西送给你的粉丝，好不好？蝴蝶结怎么表演啊？那不是随你想吗？好，开任务。噔噔噔噔噔噔噔，爷爷，要紧。只要给华晨宇任何的道具，他都能立刻的封起来，果然不属于我们地球人。好啦，谢谢华晨宇和于田的精彩表现。最后呢，你们每个人说一句话，为自己为兄弟加油打气，好不好？加油，一起加油。好，兄弟两个人一起加油，果然是这个平时比较内敛啊，封起来不着边际哈。祝你们在周五的比赛当中呢有完美的表现，希望你们能够顺利的晋级，加油！好，现在到董小姐座位两边，我们可以合照喽。啊，我知道他，他好厉害啊，因为他很有名啊。哒哒哒，爱的那么深。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通的吧，什么东西？唱上面可能会要求高一些，我觉得他应该温柔一些吧。你是说前面谁不温柔？没有没有，那他肯定会超级喜欢欧豪。啊？嗯，因为欧豪唱跳兼备一个非常厉害的实力派，好帅。见一下本人就很开心了。人家花花彩排的时候，他的助阵嘉宾尚雯婕可都还没到，他都能一个人如痴如醉的演唱。这个歌很难唱的，非常难唱。其实听起来觉得好像很容易很舒服，其实他很难唱。没关系，因为他很忙，而且我觉得我跟他的东西不需要交流特别久，对，可能一下下就通了吧。
真的吗？是因为你和尚文杰已经是老熟人的缘故了吧？不过相信尚文杰对你也挺放心的，因为据说这周的表演他还让你自己亲自编曲了，是吗？我们大部分每个选手就是帮忙唱这个环节选的歌里面都有编曲老师去教选手去怎么去唱，旋律也大概都编好了，然后唯独我跟他这首歌是我自己来编，我要唱的部分，这是我对我自己，因为他想让我去发挥我自己的空间，所以他让我自己去找感觉，不想让其他人来限定住我。相比于花花，尚文花花同学自入住训练营以来，睡神吃货的外号伴其左右，健身房从来都不是他的地盘。不过现在这个状况让小编和教练都惊呆了。运动过后，华晨宇决定给自己一点奖励，那就是拆礼物。